韩国男歌手王智烈呢日现身香港机场，为5月18至19号喺九展沙河举行嘅演唱会备战。呢日晏昼，满百粉丝喺机场守候，王智烈带住黑超，着住松身嘅恤衫步出。冇几耐，佢仲除低裤超，向粉丝挥手打招呼添。在远处仲有一班粉丝拉起横额等紧佢。王智烈见到就即刻走埋去鞠躬多谢佢哋啦。着住紫色衫嘅歌迷会会员献花俾佢。佢都好识做，同一班粉丝坐喺地下合照留念先至走，真系好亲民啊！